看到没有？加东西啊！这样被老板。老板，我不知道。你又不知道了？你什么都不知道啦！我叫你寄东西，你什么都寄不起来。啊，现在给我搞这样，要把我活活气死啊！啊！看啥？北宋星。哇，老板，你好，哇！你不下来吧？哇，你听不懂啊！我说你是外来的，外来的废物，能不能听懂啊？啊！问你妈啦，打电话问你妈，为什么生出你这种废物啦？要跑没下来我？干你！干！哎，不要打了！干！不要打！我的妈！吓死我了！哇！